台南起家美食业者，因为感受这波疫情的严重，为了消停第一线防疫人员，特别送来一箱一箱的肉包，未来为了辛苦同仁，透过议员蔡小薇门下，二十九号上午举办观景仪式，表达因小小心意。非常感谢我们台湾刚煮完我们的郭老板，在这次捐赠出来的冷冻鲜肉包，要赠予给我们的卫生局的同仁。我们都知道这一次在疫情升温之时，我想大家都需要更加全力的防疫。那小薇在从疫情开始以后到现在，其实服务处也媒合了许多我们民间的力量，就是希望大家站在同一线一起抗疫，那也希望说疫情可以早点退散，让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。经过了解，去年三级警戒那波疫情，也才在67天已经挂上4400份的餐点和医疗单位和警察人员。今年危机也相信大家为防疫努力，台湾一定能渡过难关。台南加油，台湾加油，台南加油，台湾加油。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。谢谢。还不感谢做。